沙漠風情佔先少少嘅，仲係沾少啲跟住就有呢個係進威啦，就係守住喺第二位嘅，然後就最後啲嘅馬先至見到外檔嘅三漠風情，再跟住咧就有呢個係真威啦，就係守住喺第二位嘅，然後就最後啲嘅馬先至見到外檔嘅三漠風情，再跟住咧就有呢個係進威啦，就係守住喺第二位嘅，然後就最後啲嘅馬先至見到外檔嘅三漠風情，再跟住咧就有呢個係真威啦，就係守住喺第二位嘅，然後就最後啲嘅馬先至見到外檔嘅三漠風情，再跟住咧就有呢個係進威啦，就係守住喺第二位嘅，然後就最後啲嘅馬先至見到外檔嘅三漠風情，再跟住咧就有呢個係真威啦，就係守住喺第二位嘅，然後就最後啲嘅馬先至見到外檔嘅三漠風情，再跟住咧就有呢
垄断啊，跑过第一嘅沙漠丰田跑第二嘅，两匹马都相当接近喎吓。垄断咧留前得后，末段咧打开大步咧咁样冲上嚟。沙漠丰田咧以为可以赢啦，但系垄断咧唔放过佢，打开大步，呢个结果咧就系垄断就跑到个第一，沙漠丰田跑翻个第二，第三名系快好运。第四名呢就是这只万事来。